刚刚宣布成为自由人的阿根廷球王梅西，趁着新赛季还没有开打的空档，和一众阿根廷国家队队员展开了中国之旅。他们也会在下个星期四和澳洲队来一场友谊赛。不少中国粉丝涌入球队下榻的酒店大厅等候，只为一睹球王的风采。We got the news for the Messi and Di Maria, De Paul. They are all arriving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o we're waiting them here. 和梅西一起抵达北京的还有迪玛利亚、德保罗和帕雷德斯等人。机场外有许多球迷在等候。除了在机场等待接机的球迷，也有许多球迷到阿根廷队下榻的酒店蹲守。近日呢，赛事的主办方也发现有不少的平台打着梅西的名号收取高额的活动费用，主办方因此提醒并没有安排梅西或其他队员参与任何公益或商业活动。